好啦，吃饭饭发财吃饭，小六讲吃饭。不喜欢和二愣子一起吃饭。瞧你那怂样。不要死样怪气，妈妈是不会喂的今天。才自己吃。今天量有点多，因为明天要出门，所以三文鱼必须吃完。哟，先挑干吃啊。今天这个视频可能是大家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同框，因为呀、不知不觉中六甲已经是妥妥的小弟一枚。喏、no? 算了，吃吧吃吧，也饱过来，妈不会喂的，自己吃。哟，现在挑蔬菜吃了。那老头子叫六甲坐过去。六甲不喂的，自己上来吃啊。可是六甲就是不愿意坐过去。像你这个样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啦？有些事情你看不懂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来？干什么一定要这喂着吃的？你老年人啊，半身不遂啊你。你这个样子发财也做作了。来。看他吃这个。这个样子把发财的把发财都带坏了，看到吧，吃个这个的。有发财你咬碎了吧，到底发财自己吃呢，发财妈妈不会自己吃。大家看发财，发财干嘛对小六甲凶啦，出山啦。发财小六甲，你干什么在这里？你看到发财怕，妈妈在你怕什么啦？发财这么凶是吧？帮你骂他啊！好了，自己吃，自己上来吃。干什么你啊，发财你干什么？他吃他的你吃你的干嘛啦？不讨厌小六甲，怎么胆子这么小的啦？不害怕小六甲吃饭。六甲看上了发财的那个鸭翅，你别再给我帮我揪发揪发。小六甲，你这个翅膀咬不动的，妈妈跟你说。我可以咬给你看。你看你咬了声音也没有的，你咬不动的。发财，你现在太坏了，我跟你讲，不可以这样对哥哥的呀，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凶啦？过去，喏、no。